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702期的节目。我们今天就挑一个博派的第二号人物 Ultra Magus。 这款玩具呢是 Commander Class， 现在的 Commander Class 呢是比 Leader Class 呢还要再往上提高一个等级的。我的入手价格还算不错，台币是2450块钱，大概人民币不到600就入手了啊。那目前大家对它的评价呢可以说是很高啊，那我自己也是比较喜欢的。那我们先看一下吧，他身上的话呀是有一些这种配件 Commander Class 的话呢都有附啊。那这个我个人没有很兴趣去玩这些东西啊，反正你可以装置在手枪上面啊，或者是这个炮上面都行。那这个枪的话呢有两把啊，一大一小啊。这个小把的枪啊，这个拿在这个巨人的身上的话，这感觉就是特别特别的奇怪啊，好像有一点点怪怪的啊。那如果这个小枪的话呢你不喜欢，拿在手上啊，我们也可以把它放在后面，它这个有一个透明的部件，然后给把透明的凸把它扣上去啊。那这个枪的话呢本身的涂装漆面颜色还是比较好看的、啊、那这个屁帘的话呢比 MP22 的话呢要感觉小一点点，后面的话呢有一个横向的洞啊，这个有些人是各种奇怪的洞啊，反正它是横向的。它的话呢这里一样啊，有一个凸起的一个透明点啊，是可以做一个组合的。然后这个扣上去的话呢，就是只是效果的话就会如同这个各这样看一下啊，好了，扣上去了啊。那么武器的话呢大家就可以如此这般的收纳。那它还有一枚炮弹，我们把它给组合回去吧，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啊这个样子，非常符合它的一个形象啊。这个造物的造型的话呢，认真来说吧，我觉得有两个地方可能可以稍微小挑一下啊。第一个呢是它的这个部件啊，这里啊，这个我们从上方来看呢，你看到这个红色的这个地方有个卡扣扣下去，这里有1、2、3层的零件叠在一起，然后用这么样一个红色的一个东西把它给套住，这个感觉上是如果你硬要挑的话是一个比较不是那么好看的一个视觉效果。另外的话则是要手臂的平举的时候你才会发现，手臂平举起来，哎，这次居然不会打到脑袋啊，这个长度算的可是刚刚好，但是这个地方没有过度，这整个是挑起来了，而且这个没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支持力度，你看很容易就垂下来，这边可能用的少还可以啊。它的面雕非常的好看，是一个露脸人脸的一个造型，那我一向就比较喜欢人脸造型的机器人，所以呢这个 Ultra Magus 跟 Megatron 呢我都比较喜欢啊。戴着口罩的 OP 我反而没那么中意，然后它眼部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透光啊部件啊，我们把它转到后面你就跟看到了，后面是一大块的透明部件，水蓝色的眼珠子啊，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看。那么头部的话呢左右的旋转都没有问题，因为有个变形的需要它可以往后面转过来，但是呢这个并没有达到任何加分的好看的效果啊。头部的话呢最多前面就转了这么多了啊，胸口非常的厚实啊。那讲到胸口的话呢就不得不提，哎，可以看到红色的透明部件里头是有一个领导模块的，那这个领导模块要拿出来也是很简单的，而且它有一个联动的一个机制啊，把这个蓝色部件往上挑起来之后呢，这个红色的部件呢会自动的弹开啊，靠着两侧的这个弹簧部件啊，可以看到这个效果就很好了，里头有一个这个它打不开的领导模块。那取出的时候呢就是可以看到它的背后是空洞的，这个空洞就是要安插在这个凸起，然后你放回去的时候呢必须要按照这个缺口在上面啊，如果你缺口在下的话呢就扣不下去了啊。虽然是一个塑胶片，但是我必须要说这个水蓝色还是挺好看的了啊。那体型的话这个领导模块真的是很小块，你要让它两手呢同时去抓住的话呢基本上是做不到的。那齿轮关节表现也是非常的好的啊，这样子。那你推的时候是建议是前后都捏住啊，前后都捏住这样来转啊，如果你只抓这个地方的话你看这里就后面就直接锁定不了，就打开了啊。这个的话呢在把玩的时候还是各位要注意一下，二头肌也是可以转动的啊。那手肘也是有一个齿轮的一个关节的表现，那么拳头也是可以转动的，虎口直接挖了一个洞，所以你不需要特别把虎口张开呢也能够去轻松的去把武器呢给拿持住啊。那侧边的话呢这个两侧的话是有点不对称啊，是这里是洞啊，这边就是凸了啊，这个是变形的时候组合的一个孔洞啊，腰身是可以转动的啊，然后这片裙甲可以稍微掀起来一下，叫前后踢啊，各位应该有听到
这个声音还是有一点点齿轮关节的，但是侧踢的话就没有了啊，侧踢就没有，裙甲可以掀开，大概这么多。膝盖的话呢，是一个双动关节，然后也有齿轮的声音。那这个双动关节是变形的时候调节车身的长度用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机关。但是在变形的时候去推它的时候呢，是相当的有难度的，需要用很大的力气啊。脚踝的接地也是有的啊。那在变形成人形的时候呢，它的轮胎的话呢，是基本上是轮胎是不能够比这个还要再比脚掌还要再低的了啊。变成车的时候呢，是往下推一点点，这个地方推那个斜角，这样一点，你看它就可以溜冰了。但是平常我们是不需要的啊，就把它往上面再推回去一点点啊，这样子 OK， 这样子就推不到了。那整个玩具的背包的处理也是很漂亮的啊。这一款86的表现呢，可以说吧，应该是以橘丸造型来说，目前我甚至觉得它比 MP22 的话呢，感觉好像更适合把玩。那造型上呢，也是完全是可以做到目前应该是第一名的一个位置了。那我们来进到它的一个变形的环节。这一款86它的变形呢，是号称其实它是可以一体变形了啊，但是我的话呢，就觉得一体变形就看缘分，因为有时候胸口的话呢，那个车头跟这个不一定卡得稳啊。两侧给打开，这个部分给打开。胸口的话呢，从这个地方挑开啊，这里有两个红色的凸，它是扣住的。然后后方的话，这个地方可以干脆先把它整个挑上去吧啊，整个都给挑上去。啊，我尽量挑战一体变形好了啊，算了，还是把它拿掉好了。然后呢，后方这里啊，这个地方本来这里有个锁扣的，一样都把它给两侧都给打开。然后呢，后方这里打开，整个打开之后呢，从这个地方你稍微推动一下，就可以把这个车头的话呢先给拿下来了啊。好，我们就来处理它的一个货车的一个头部啊。首先的话呢，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刚都把它给打开。我是建议吧啊，你先把这个部分给找出来，好，然后呢，把它往上挑出来之后，哎，这个是 bumper， 那这个部件呢，就自然而然把它给翻到这里。翻到这里的时候呢，把这个部件往后面推一下，到这里啊，这个时候呢，记得先把轮胎给推出来，大概在45度角的位置呢，把轮胎给推出来。好，然后呢，你再像盖房子一样啊，这两片部件利用这个双动关节，把它给推上来。哎，这差不多到这了啊。屋顶在哪呢？屋顶在这儿，屋顶就是这个部件。那我们就是把它的话呢，给往上面，这个车头啊，人头先把它给放下去，这个部件往下面盖，把这个人头给挡住，这个地方直接上来。直接上来之后的话呢，原本的这个我刚提到的这个部件，把三明治包起来，这两个红色部件先进到内侧去，到这边大概是这个位置。然后这个时候要利用这里这个双动关节，把它的车顶的话呢，车顶的你看到这里有一处两处一二处的结合，然后呢这两个部件又要跟前面结合，所以它一共有这个一共是有六个地方要同时扣上去。我建议吧，先把后面两个捏上，这个部件靠过来，然后呢前面再一起捏住啊，后面两个先捏住，再捏前面这里，这个车头就算变完了啊。那这个轮胎记得我们已经先翻出来了。那这个时候呢，后方的这个头往这里稍微卡一下都可以，它会有一个红色部件的话，给各位看一下，这里红色部件有两个凸，它跟这个 Ultra Max 的这个脸颊，我不知道这脸颊这个凹啊，我不知道是不是有扣在一起，或许有或许没有哦。OK， 大概是这样子，已经有稍微去卡住，然后呢把这个轮子翻出来，咔的一声啊，哎，这次没有咔的一声，有了有了，还是有，只是力道比较小一点。然后最后的这个烟囱把它给翻出来，那么呢，这个就是它的一个车头的一个变形啊，非常的简单，很直觉了啊，你只要先把这个车头的这个挡风玻璃给拿出来就行了。那单看车头的话，其实它是很单薄的啊，你看到这个轮胎的部分就是只有半个轮胎的一个厚度而已，然后连油箱呢都是属于一个比较单薄的一个状态。那这个部分的话呢，我看它一下，好像是它明明有打一颗铆钉，但是变形的时候好像从来没有说要把它折进去过，反正我是觉得有点有那么一点怪啊。后方也有一些比较大的空洞，但是这个反正到时候后面有个货柜的话呢，就把它给挡起来了啊。剩余的马甲部分的话呢，我们把这两侧给打开，这个部件的话呢，记得是先把这块部件给推进去，然后就可以旋转这个原本胸口的这个甲胄的部分了。再来的话呢，我们就是把这整个的，首先把这两片部件好了，这两片部件卡进去，会听到咔的一声啊，这两声一定要出来，如果没有出来的话呢，就是没有扣到位了。
整个这个部件全部都给打开，这个地方全部打开，然后呢把这一块这里这一个部件挑出来，挑出来之后的话呢，原本的这两侧有两个凸把它给扣住，这样一来这个伸出来的部分就直了啊，就直了。然后呢这个部件这里有一块凸，抠一下把这块部件给翻出来。那这个手的话呢，是从后方这里这里打开，打开之后的话直接的再往前面拉伸拉出去啊，跑到画面外面了啊，我们再把它给扣上去。那最后的话呢，因为它的一个车子的后方在这儿吧，我们就是把它给转到后方来，那这个地方再把它给扣紧啊，刚晃了一下就掉出来了啊。好的，那么呢这个刚这个裙甲这个部分双动关节在这里，把它给往上面推，把它给往下面，哎，可以卡推进去啊，到这里。那么呢它的一个怎么说呢，这个另外一侧先把它变完好了啊，这里一样全部的所有的卡扣都给打开，都给打开之后，这一块部件把它往前面挑出来，两个锁扣把它给扣上。再来的话呢，这里有一片部件推一下，把它这个部件给挡起来，然后拳头这个部件打开，整个推出来，把拳头给包住到这，然后呢往后面转过来到这里。那这个两手的话，待会最后我们再做一个合并啊，目前还不急，目前还不急这么做。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做这个脚的话呢，脚的话这个白色部件跟红色部件其实是有卡扣扣上去，但是经常会松掉了，这个也就不用特别在意了。然后呢把这个脚掌翻到这里，轮胎的话刚刚有提过了，你把它往下面推斜一个角度，这样轮胎就会着地了。这里也是一样的，往下斜推一个角度，然后呢这个部件暂时的先放上来。好，到这里的话呢就要进行一个，我觉得吧就是很不是很好控制的这个地方，这个双动关节是要把它给缩短变成这样子。好，这个是没有缩短，这是已经缩短，各位不知道能不能够看得出来，先往下面折再往上面推。好，这样一来的话呢它的腿呢才会适当的去缩短，缩短之后这个最直接影响的就是这个部件翻上来，它才能够，红色的部件可能够扣到蓝色的里头，印第安人终于能够征服阿凡达星球。对，如果你没有做腿部缩短的话是做不到的。再来这一块部件你要做一个调节，这里往前面推过来，如果你不往前面推过来呢，也会造成手臂跟这个后方没有办法做一个结合。好，这个地方90度打好。好啦，那到这里的话呢，我们就把这个手部移到中间来，这里有一个组合卡扣在这里，把它给扣上。好，这个部分就是你推过来你才能够扣得上啊，各位可以看一下另外一侧这样过来。好，这里把它给扣上。那中间的话就是会有很多的组合的一个卡扣点，那我记得这一片要扣出来。那这里啊第一次翻的时候呢，这里很恐怖啊，我都觉得它好像会断掉啊，第一次的时候觉得蛮恐怖的。然后两侧就可以做一个组合。最后的话呢除了这里下方这个裙甲记得把它给往上面压上去。那再给各位看一下这个地方啊，就是说明书的话可能也没办法讲得很清楚，就这个腿要记得缩短。然后呢这块部件推出来之后呢，这里有一个倒钩，我们把它推到前方来，这里做一个卡扣的结合，把它给扣上。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啊，到这边。好嘞，把它给扣上去了啊。这个红色部件的话呢一样把它给勾上。好，到这里。那接下来的话呢，最后就是把这个货车这样子过来，把它给扣上去。那我扣的话呢，有，我是不知道各位状况怎么样，反正我的话呢扣到底之后的话呢，我是会把车头往前面拉一点去卡住。那你提起来的时候呢，其实不是能够完全扣得紧啊，我的状况是这样子。OK， 我不知道大家的情形怎么样，所以我在变形的时候我都习惯干脆就把这个车头的跟这个后面的这个货柜呢直接做一个分离，然后距离拉了越远，它的车头的话呢就有更大的一个转动的一个空间。那最后的话就是把它的一些配件，像这个招牌的这个导弹
我们把它给扣上去啊，变到这边的话呢就已经是大功告成了，这里侧边把它给扣上。那武器的话呢，按照合会吧，它应该是这个枪是要扣在这里，如果是 MP22 的话呢，我记得是扣在中间这边啊，会有一个更完美的一个隐藏。但是这一款玩具的话呢，就我们也不要求那么多了，这个武器放在这里我觉得还在能够接受的范围吧。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的 SS86 Commander Class Ultra Magus 的一个变形过程了。我们来看到它的一个货柜车的形态，这尺寸的话呢绝对是很大的啊。我们拿一款 SS 的也是86的爵士啊，这个它比一个 Deluxe Class 的玩具呢几乎是三倍的长度，应该是超过了30公分啊。当然这个爵士跟这个货柜的一个比例是不正确的，但尽管比例不正确呢，它还是能够放到它的内部去啊，这样子刚好开进去是没有问题的，可以摆在里头。然后呢，如果你愿意的话吧，你要把它放到车子的上方好像也是可以。那甚至按照合会的一个放法的话呢，是这两处的卡扣把它松开啊，将这个手部呢自动的往下面垂。OK， 就有一个这个就算是开的就是一个斜坡上去的一个感觉吧。啊，好危险啊，这个还是比较危险驾驶的好啊。那导弹的位置的话呢，如果你要把那个拆掉，那也是可以把它 OK 变成是一个特效发射炮火的一个感觉。那总的来说吧，我觉得这一次的 SS86 的 Commander Class 的 Ultra Max 做的还是相当可以了啊。那加上我自己入手的价格也算是相当的不赖，我玩起来还是蛮过瘾的啊。以近期官方的玩具来说，以这一种就大货啊，就是美版的这种主线玩具的这个表现来说，这一款我觉得吧我可以给予比较高的分数。那各位的话呢，你就自己去衡量啊，看你得到的入手的价格呢，我想是给他打分数的一个重要依据了啊。那今天的话呢就给各位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